找冰箱。是可乐。啊，冰箱。我去，我上桌。拿订书机给我一下，那个盒子。你不去要坐在那里干嘛？对，我看你有毛病啊。年我来做姐姐。胆怯不是胆怯，胆怯怯，胆怯怯，胆怯怯，我看看，怯怯，对呀、啊，好奇怪啊，他又做了个，为什么胆怯好了？对，不是胆怯呢，那我就说为什么胆怯呢？啊、为什么胆怯呢？对啊，这样很奇怪哎、对，留一句。小乐，你是不是应该要带社会课本呢？你都没有在复习，要不然要考试的时候你怎么会啊？哦，好，知道了。我现在哦，从下礼拜开始，你礼拜五都要把社会课本带回来，还有自然课本。哎，习作老师都没有还你，对不对？对啊。不然到时候你要考试再来复习，我不会来不及啊。懂吗？懂。自然跟社会，我都会提醒你哦。礼拜四你就要写一个 memo 纸，哦。
不然到时候又像期中考这样子，突然要复习哦，很多。我看有爸爸的笔记吗？对，哥哥，1月13、14就期末考了，所以前一个礼拜就是过完元旦复习考了嘞，所以元旦不能学。因为要考试，而且妹妹，这数学不太光了，怎么办？啊、你要多看多练怎么就啊？就我拿数学，我拿数学测验卷给你写好了。你好像不太灵光哎、欸。哇，不要说不，不要现杠，你说你还没有学到，还没熟，你就灵光灵光。还不熟。灵光灵光。灵光灵光，你都不简单的这个。好，擦完了。好，今天的字非常漂亮，很好，很好，谢谢你。你在讲什么话？谢谢你。你在讲国语。讲国语。像阿公一样。阿公一样。
是喜欢考一百分吗？我是喜欢考一百分啊，没错啊。哪一个是基准线？第二线。第二线是基准线哦 ，OK 吗？好，你把第二线当作是什么？红线。这个。来，第二条线当作红线。那你有红。对对对。啊，对，二条线，懂吗？好，谢谢你。没，我应该给你多写一下数学考卷，你就会反应过来，好不好？地下去的哪一点泥土？哥哥涂抹的土不对。哦，好。J K L M， 因为这是红线，这是第二条线，所以应该是这样 A A B A OK OK， 好，所以这样子 A， 哈哈哈哈，答对对，不是这个位置，老师说写错。老师说写错位置也是不对、欸。现在一百分而已、啊。我还没看完呢。我听不懂，因为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你去翻前面，你怎么写大格的嘛？哦。A，B，C，D 没有啊 ？C， 啊，写在后面，写在后面，不对，照位置写啊。这两个位置，照这两个，写 D。不会给你们写到面嘛，对不对？好，我礼拜天再考试。哎，爸爸，有个同学，他妈妈有让他去一个那个家教班，一对一哦。
上英文，然后他的 phonics 变得很好哎、欸。谁 phonics？ 那个哥哥的同学。哦、嗯。然后你知道多少钱而已吗？一个礼拜两次、欸，一次一个小时、欸。一个月那个。300块对啊，一个礼拜两次啊，三个月2500啊，一对一，按照你的程度教哎、欸，难怪他同学变得很厉害。哥哥，我在讲曾博瑞，然后他说他儿子现在背英文，但是超会背的了，因为他搞懂那个发音的自然发音，然后那个他有说他的教材是用国外的。Oh. 我以为他去补习班还是什么何家人那种什么基德吧，他说不是。然后我说怎么知道？他说学校老师有教他们小孩，就去给他教，在林口街。给他手几次？是吧？送几个月？他就一直在上班啊，因为他的基础不好啊。然后后来他有问啊，那个学校老师介绍他去的啊。然后学校的幼稚园老师，幼稚园老师他们的小孩功课都很好。那英文都很好哎、欸，都一直在让他读哎、欸，一对一耶，怎么不好？而且很便宜耶、欸，一对一这么便宜，我还是想说，可不可以跟老师说？不是，我想要跟老师说，我们一次送两个一起上。他们两个都不会发音啊，自然发音把头教会了。可是他还没到 Z 位啊 ，A 到 Z 还不会。我在想，我没有。我哥哥要不要去上？因为他自然发音法都不会啊，他怎样都不会。你知道怎么用方法？因为他说那个老师是有系统的，而且花很长的时间教他会的。对他学多久？一年？没有啊，一年了吧？哥哥说他的英文很好，每次都考100分呢，而且他重点是他儿子现在背单词超快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会自然发音法，背字就很快啊。那我之前不是要教他自然发音吗？问题你教不来啊，你没有系统吗？不是要用自然发音吧，是用背，用这样。不是因为要考试了，不是不要背，你根本不要教，你也不会教，好吗？人家那个是有系统的教的，你有吗？没有，找了半天还是做不做的，因为这不是你的强项，不然你请他好去学，那就教你。不可能，这样，因为有。爸爸，你会教我 A B C D 啊？那么简单。一个学，然后去教，会更学得更好。会，这个是有研究过、报告过。因为他不会想要教他们。不是这个问题，就是你要给他鼓励。什么叫鼓励啊？用嘴巴鼓励是没有用的。对，要给我暂停。啊？又怎么了？暂停，没有 recording， stop the recording。为什么 stop？Recording 还在录哎，我们现在讲话都录得到啊。是啊，那你们刚才讲涂抹的涂是土布，不是幕布，哪里来的这种？